即使全球向绿色无碳经济转型，天然气仍然是全球经济的重要能源燃料。根据2022年的数据，全球十大天然气生产国分别为：第十位阿尔及利亚，年产量约为1020亿立方米；第九位沙特阿拉伯，年产量约为1050亿立方米；第八位挪威，年产量约为1280亿立方米；第七位澳大利亚，年产量约为1620亿立方米；第六位卡塔尔，年产量约为1700亿立方米；第五位加拿大，年产量约为2050亿立方米；第四位中国，年产量约为2190亿立方米；第三位伊朗，年产量约为2440亿立方米；第二位俄罗斯，年产量约为6990亿立方米；第一位美国，年产量约为1.03万亿立方米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俄乌冲突，2022年俄罗斯天然气产量下降 12%， 向欧洲的出口大幅减少。俄罗斯已经将天然气出口转向其他市场，但它仍然是世界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和第二大出口国。